要开吃啦，年夜饭，菜哟！熏鱼，把它洗干净，开油锅把它炸一炸。这个就是炸好的鱼，放在这个做好的汤汁里面泡一下，半分钟或者一分钟啊，泡好了以后把它拿出来就可以吃咯。很香的卤肉呢，现在要把这个香料就是用这个火把它煸香，煸香以后呢，把那个肉放下去炒就可以了。再放这个鸡蛋，加入生抽、老抽，酱那个料酒就可以了。这个卤鱼锅是很简单的，一餐也吃不完的，可以放两三餐没有问题。肉呢，现在要把它油煎出来。虽然这个肉也不是那么肥，但是也得把油煎出来，再去卤那个蛋呢，它比较香。所以呢，现在要先煎。台湾甘笋泡一泡水就可以摆下去了，因为我把笋放在这个上面呢，一个是鲜味容易下去，还有一个呢，因为是不会太咸啊。所以这个一锅很大锅的，过年嘛多做一点。所以这个呢它没有关系，它不是绿叶菜，所以它营养不会流失的。那么就可以了，放几颗冰糖，放一点点可乐，呵呵呵，没听说过哈，卤东西放可乐的。整整12道菜，我炒完这个菜呢，我要换个衣服，化个妆，美美的，吃上午餐，年夜饭。好出身，不会落。不要再等待，不能等你最实在，这新年快乐相见。中国年寅兔年喽，12道菜，宫廷晚餐，唐杰的手艺。实际上看可能没有什么好看，但是吃口是我的口味，我觉得我可以接受。年夜饭嘛，就是要自己的口味就好了。干杯，祝大家新春如意，兔年快乐，健康长寿。